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。
主啊，我们无论是召唤啊召逼迫，主啊，我们更要喜悦的在你面前来敬拜，主啊，我们更要带着感谢的心在你面前来高举你这位耶稣的名，主啊，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，主啊，我们继续把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在今天早上来得着我每个人的心，谢谢你耶稣，奉靠耶稣我们一起祷告，告诉你主要旁的朋友，很开心今天能够见到你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在今天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来喜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
是我最
寂寞，用一次。
心都要来称颂耶和华，好不好？在今天早上，我们每个人都闭上我们的眼睛，也就在这个时刻，你来花点的时间，思想耶稣将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，思想他这一份最持续的爱，他在你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，耶稣是怎样进入到你的生命。早上，或许你没有听过耶稣的朋友，但是我要鼓励你，当你愿意的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他必要帮助你。为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的爱是满有丰盛慈爱的一个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的耶和华。我的心在我的心上，不渴望其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过犯罪孽，已使你心灵复原。
见主的同在是何等的深深的触动你的心，他的心就这么走失的来感谢主，他的心要有力，不要忘记他的力。
失去了一颗单纯投靠神的心，可这有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，我们需要的是耶稣，我们都在靠我们自己，忙忙碌碌的工作，忙忙碌碌的可能在服侍，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都靠自己的经验，没有谦卑的来祷告，来寻求神，就做了我们生命的许许多多的决定。所以今天让我们借着圣餐恢复我们重视耶稣的心。为什么神要我们领圣餐？他知道我们会远离神，他知道我们会冷淡，他知道我们会靠自己，或者靠我们有限的金钱，靠我们有限的财富，就好像所罗门一样，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是这么的谦卑，求靠上帝给他智慧。但是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就不再依靠上帝，他就一直走在上帝的前头，然后就开始了犯错，做了违背神的事，以致他失去了神的保护。今天我们有赦罪的恩典，神永远都不要放弃，也不会离弃，但是神要就是我们一颗对他忠诚的心，对他谦卑的心，对他永远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心。所以说耶稣常常有很多的方法，透过人事，透过一些的破碎管教，一些的经历，把我们的唤醒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耶稣。因为没有了主，就算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这一切在神眼中，在我们生命都是虚空的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拿着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饼，让我们的心更深的转向，好不好？各自自己来向耶稣诉说你的心。反正我们真的没有重视这位耶稣，或者有时候才重视他，有问题才重视他，常常都忽略他，不管他，也不来依靠他。我们也有一个神是信实的，他必赦免我们，他不会定我们的罪，他爱我们，他要我们紧紧的被他拥抱，被他保护，被他带领，而使我们得圣撒大国的心，把我自己造成你心里面的，来跟他诉说，来跟他祷告。不管你赐福我有多少，
管你是我有多少，我认识你有多少，我认识你有多少，不管我现在有多少的问题困难，不管我现在有多少的问题和困难，我的心，我的心要完全的属于你，要完全的属于你，因为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，因为离了你什么都不能，因为是你恩待我，是你一直的没有放弃我，保护着我，顾念着我的一切。当我迷失的时候，当我不知道远离你的时候，当我背逆应着心肠的时候，你仍然没有放弃，你仍然这样的来帮助，你仍然这样的帮助。所以在今天，所以在今天，我要将我的生命，我要将我的生命认真的献上给你，认真的献上给你。因为你是永远保护我爱我的主，因为你是永远保护我爱我的主，带领我一生的主，带领我一生的主。这世界的一切不能够带领我，这世界的一切不能够带领我，是你带领我。是你带领我，使我活得丰盛，使我活得丰盛，活出你的样式，活出你的样式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赦免我所有的罪，赦免我所有的罪，让我在你里面，让我在你里面得以称义，得以称义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听我的祷告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把一切领受这边。我拿起你手中的杯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领受这杯，这个葡萄汁代表着耶稣你的血，宝贵的血为我们而流。我们相信这个约是完完全全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主，你保守我们直到永远，我们的心也要永永远远的来爱你。永远远远的来注重，永远远远的来真正的依靠。感谢耶稣赐福我们，领受这杯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起来，领受。好不好？可以站起来，把这杯交给你的这些招待，然后呢，举起你的双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开口感谢主，感谢主你的赦罪，感谢主你给我平安，感谢主你如此的恩宠，感谢主你赐福，好不好？开口感谢，开口感谢爱我们的神，开口感谢神你医治我，开口感谢神主啊你能够使用我，感谢神你必定扶持我，哦，你必定帮助我。成为我的最大的帮助的地方，你必定带领我，因为神要每个单纯信心在他面前信的人，神必将你所相信赏赐给你。谢谢你主，谢谢你主，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拉巴拉的神，希格拉巴拉巴拉巴拉。Thank you.
我这边来祷告，圣灵真的不要跟我离开，去到主耶稣那里去。主耶稣的边上，人家得医治，那我就一直用这句话，一直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啊，我就蛮有信心的。然后我就一直讲，圣灵，你要离开他的身体啊，主耶稣，我就用宣告，主耶稣，你的边上一定要医治他。然后过后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就舒服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怎么样祷告啦。我说，我就以我的经验嘛，因为我以前刚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也是用这句话来祷告我自己本身的耳朵，所以我的耳朵也是得到医治。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证告诉他，我说你不需要再什么，我说你只要用宣告，因为我们用宣告就是还没有看到的时候，神已经医治我们，神已经成就了我们。所以我就跟他讲的时候，我叫他背的时候，他一直背不出来。后来我就用纸写给他了，然后我说你回去照速度就可以了。然后他就很感恩啊。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很，好像很自卑自己了。为什么我不好好的读圣经？为什么我不要学多一点神的话语？每次我去差遣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不敢跟为人祷告？因为我没有神的话语嘛，我只是为这一句话，就是神的鞭章。所以我应该要多读圣经，然后以后呢，我去学校的时候，我可以为更多人的医治的祷告。然后最后我回来，我跟神讲，我说神，很谢谢你，这次让我出去，我可以学到，就是我不要惧怕，我要走出去，然后我要好好的来读圣经，然后我很感谢神把我带来这里，因为有爱跟牧师在爱我，然后我跟天父爸爸讲，天父爸爸我爱你，我永远要跟随你，然后天父爸爸你是我的爸爸，爱跟牧师是我的妈妈。我记得去年，不是，因为今年的年头，当我为一个朋友祷告，因为他叫我说为他的生意祷告，然后很奇妙，在祷告里面我看到神放一个叫做什么春哥，三角形放在一个地图里面，但是那个位置就是中国，那个点就是中国，然后它下面就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。然后再拉一个线上去，就是那个点就是哈尔滨中国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是上帝要祝福你要去中国，然后他就对我说，是上帝要祝福你去中国。然后基本上也接着他祝福我去中国这一次，所以每次的出国都是上帝祝福的，这个是一个上帝的恩典。然后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在香港服侍一个中国人，那个是很奇妙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厕所，然后就有我还没有进还没有进去会所，从厕所出来还没有进去会所，就有一个中国人，她是江苏省的一个姐妹，大概是一定这样的年纪的姐妹，然后她就拉住，记者吓到了，拉住，她就讲老师，第一次都叫我老师，好开心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老师，没有，她就叫我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，我的脚肿。然后我就看他很可怜，真的可怜嘞，他不能够走，然后他就拉住我，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，然后他就说我在厕所的时候跌倒了，他就不能够进去会所去会，他的脚肿很肿，那他就讲你可以为我祷告，可以啊，然后我就讲公益树林就单纯为他祷告，然后我的手我觉得在握住他的脚的当中，他的那个肿大大肿慢慢嘶嘶嘶，然后他就讲小了，小了，他讲小了，然后就讲好，你现在走，我这边走去那边，他就去走，本来他不能够走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祷告，感谢主啊，就能够去帮助他。然后还没完呢，我就在走去会场，然后感谢主啊，你自己上神感谢。然后他就拉住我，老师，你可不可以我不会方言祷告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那当我回想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上帝在香港让我服侍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上帝真的是把中国人赐给我们，好像先像牧师所讲的，他在祷告当中也看到中国甚至有很多的联系都 连到，所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找他们，而是他们来找我们。
而是他自己来找我们，然后神是祝福我们。所以当他讲他没有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讲好，现在奉耶稣的名啊，你就有方言，已经有了。你既然不开口祷告，他就没有方言。你就讲你没有这么多，然后他讲了足一期，我讲谁讲一期，我录给你听。然后我就这样的服侍他，就是他自己限制他自己。自己限制他自己，所以后来他就讲，哇，他就很开心哦，他就整个脸哦，我拍照哦，你们看给你们看，他整个脸从一个不能够走，然后就可以走，然后呢就觉得他自己没有方言祷告，就有方言祷告，然后他要回的时候啊，抱我，他讲，哎呀，你可以来看我多好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都懂他在中国哪里，中国这么大，江苏某些有谁懂在哪里，但是我心里面为他祷告，我相信有一天能够去到他那边。然后他很可怜，他在他的整个群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他们是没有讲方言的，但是他很渴慕方言。然后现在他，我昨昨天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今天早上五六点这样，他就 send 一个微信来，他说哦，他出来一个另外一个区城。他就把他会的，把他所会的，因为当时我也是教他说讲方言，然后你要把你会的去教给别人。他就在另外一个省带了一群人，让他们也会方言祷告，让他们也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就相信说，早上的时候我就想，以前我跟板教也是这样的，在印尼，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偶遇啊，好像是神给我们的意见，然后就有东西谈，有东西一起祷告，然后有个连接。然后我就说，上帝啊，这个是不是你在中国给我的一个果子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对我一个一个奖赏，我觉得上帝给我的礼物啊，所以继续刻苦要祷告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到江苏省。我说在哪里？可能要去找一下江苏省。好，可以吗？还可以讲一个吗？不是，很短，一分钟。一分钟，这个很棒的，因为我想讲一个敬拜团是加恩，加拿大奥克兰加恩基督教的这个敬拜团，就是你看到丽华姐跳这么美的舞，好像另外一个团拿到那个恩膏，他们真的是很棒，他的那个敬拜团的领袖才25岁。然后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渺小，就觉得自己好渺小，因为你在他看到他们在整个台上的呈现呢，你不会看到任何人的突出，你只会看到耶稣。然后即使你自己怎样的误会，他们很专业，非常专业，玩那个 string 也很专业，玩那个 melody 也是很专业，玩吉他也是很专业，配起来更专业。即使我觉得我自己不专业，但是在他们当中，他给我一个领受，就是接纳，就是包容，就是团队，就是让整个呈现起来能够荣耀耶稣的名。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跟 David， 他叫 David， 我叫 David， 有机会你来马来西亚来祝福我们，来帮助。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敬拜团里面的一个有耶稣的温柔，有耶稣的接纳，还有耶稣的爱，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教会的敬拜团。这是我领受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非常高兴啊，这次真的能够晨兴到那边了。之前我们在跟吕玛丽牧师在他的家里在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大陆的板块，耶稣的脚就踏在那里。哎呀，我就跟牧师讲啊，我的意向，然后我说啊，我们真的有机会会到大陆，真的这次成就了这件事情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要感谢啊，默默为我奉献到香港到大陆的啊弟兄姐妹给我的奉献啊，真的是感谢你们成全了这个事情。神也借着这次扩张了我们这个永乐镇嘉悦山的帐幕，让我们可以延伸到不只是在这个印尼的巴旦，也延伸到未来的广西、广州、佛山跟桂林。好，另外来切荣耀归给主。